所以呢，我就稍微小小的表演给各位咯。不是啦，这个短片原本就很短，然后我本来想要把它当作礼物送给大家的，结果前面大家跳 freestyle 跳成这样子，这样子比较起来，我这个怎么办啊？真的，真是的。我知道了，因为我在首尔有再表演一次，所以呢，这一次我也一样再表现一次给大家。这就是我安口场的小小应援活动。서울콘때는미리이제추천받은곡을불렀었는데이번대만이제가오슈온콘에서는특별하게또다른제가준비한곡이있거든요那我在首尔场呢有唱了一下大家推荐我的歌曲，那这一次在高雄的安口场，我当然也有准备另外的惊喜歌曲要给大家。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有点短，不过呢希望大家听了会喜欢，不知道我们的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呢？那就要来咯。我有听说这首歌算是比较新的歌。네이곡이또저와굉장히잘어울릴것같다고이제추천을
해주셨어요. 나 타면 좋아. 저首歌跟 我应该蛮适合的，所以就受到了推荐. 네, 저희 그래서 이 곡을 한번 이번 대만 콘서트 때문에 해볼까 이렇게 저희끼리 상의를 해서 이렇게 들려드렸는데 마음에 드셨어요? 所以啊，我就商量说，哎，那这一首歌啊，要不要在台湾场的时候来唱？那大家听了觉得怎么样啊？ 是我的发音还好吗？那不讲的哟，还不错是吗？那就好。太棒了！太棒了！那真是，太棒了！这真的是因为最后一场演唱会才送给你的。 신나는 다음 곡으로 한번 들려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好的，那这首歌我就再唱一次给大家，然后接下来就以非常轻快的歌曲来延续下去喽。